我叫叶真真，是你们的邻居，住在203。我叫朱哲，两个吉字的哲，我在酒店做房屋经理。我叫何敏红，我就是个小写手。我叫于淑辉，小名阿初。远行的船突然遇见不成的岸，我遇见你不再害怕孤单。一个女孩子在上海，能找一个安全的环境吗？回来了，